爆头。嘿嘿，爆头的内部结构，这个是黄，哎，莫拿，捞个大海螺，海螺，哎呀，漂亮，来点芥末。没有芥末的海螺是没有灵魂的。哎呦，哇塞！老姐，着急。先来个大饼心，满满登登一小锅，太香了，妈呀，多宝鱼造起来，哎呀妈呀，把这个这肉，哎呦，哇，哎呀，进来哥姐们，给大哥点上去，点关注。哥姐们，吃鱼。哇塞，多宝鱼。有没有食欲？我吃了啊。哇塞。哇，拿不住了，来个鱼头，哎呀，哎，老铁，今天孩子过来了啊，咱做点好的啊。扇贝、海螺，还有鲍鱼，还有八爪鱼。哎，今天就一只那个面包蟹啊！你们两个谁能跟爸爸要得来双鸡，我就给谁吃。叔叔阿姨，给我爸爸一个双鸡加三文鱼，谢谢。哎，双鸡老铁，加点醋，加点老抽。老抽可以多加点啊，因为咱做这个海鲜不放盐，最重要的要放料酒去腥啊。孩子要说吃那个雪碧味的，再来个雪碧味的。
哇哇，没了，胖子点吧，上镜，打下视频开始。来了你，哎，大扇贝，啊是这样贝啊，把这个黑黑的这个东西，哎，可以摘了扔了，这个不是，剩下的你就学，你就撸呗，你看这肉丝一丝一丝的，感觉过瘾吗？罗哥感觉过瘾啊。我感觉咱这块有食欲，给就给个双击呗，双击。海螺在我们家，台词又用上了，必须是八两一个的。哇，还是吃这个过瘾，老铁。你看这肉，看这肉，你看这肉，看这黄，哎，这黄可千万可别断啊！哎哎哎哦！别说它难看，但是它好吃啊！海螺整个整个营养全在这儿呢。嗯，地道。嗯，好吃。这是苦胆，这个不能吃啊。这个你得摘掉。好吃啊！嗯，还有一个小心肝，这个也得挤出来。嗯。这东西吃多了头晕，挤着的，自己还跟自己还搁啥肉呗？来，老铁，路过爆头啊！今天媳妇孩子来了啊，咱弄了这些大货啊，咱平时不舍得吃的啊，必须的，得给媳妇孩子吃。喂，哦，出来吧，看看漂不漂亮，老铁啊！哦，哎，哎哎，千万可别断了啊！好，哎呦我漂亮，干媳妇给我儿子来个大鲍鱼啊，吃鲍鱼的时候老铁啊要记得，哎，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吃的啊，剩下这个地方这海螺好吃，这个你就全吃吧啊，行吧，你吃个虾，双击老铁，要给老铁，今天咱吃点好的啊！媳妇孩子，哎呦我舅舅，媳妇孩子啊，过来看我，咱吃点好的。哎，这是姑娘的，哎，这个是儿子的，这个是我的。就知道想你，想你家孩子，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哎，快回来回来，我给你留了一个面包屑呢，这要给你吃啊。咱下视频开始，老铁啊。双击了，双击老铁，来吧老铁，收了。这个尴尬嘛，你说孩子来了，你紧张啥？来吃个虾，来给你个鲍鱼。叔叔阿姨，给我爸爸一个说唱。我不吃海鲜了，这些来孩子吃，来个包子。咱们今天想吃啥？吃面包蟹。好的，咱来碗面包蟹，老铁啊，大不大啊？平常我可不舍得吃，除非孩子来了，才舍得吃大货啊。咱挣钱为了啥呀？不就是为了他们吗？是吧？为了孩子，为了父母啊。啊，别用头开，用头开太疼了。不用头开，咱家老铁也不给双击呀、啊。叔叔阿姨给我爸爸双击。谢谢叔叔阿姨。谢谢叔叔阿姨。咱不用头开了啊。这个肥啊，你看这活给你来，哇，漂亮吗？来儿子你也吃，我就不吃了啊，我在床上我的天天可以吃，双击老铁，双击，咱来家老铁也不给双击，我不爸爸不拼怎么办呢？阿姨给我爸爸双击，支持一下。双击老铁，哇！双击，嗯，太棒了，老铁。
风妞，来吧来！哎呦我去呀！有没有食欲老铁？哎呀，今天媳妇孩子来了啊，吃点好的。来儿子，给我打龙虾。谢谢啊，给就给一个吧，给孩子一个双击啊，来媳妇儿，吃这个扇贝，我来一个爆头啊，日盘一下，嗯嗯，有黄油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吗？儿子，好吃。大米，双击老铁，双击。过瘾，我感觉过瘾，老铁啊，放心。来，老铁，哎呦我今天露个扇贝啊！一好多咱家老铁私信我，你说这个黑的这个能吃吗？啊，一个小扇贝的可以吃，大的不想吃的就直接扔了它。哇哇哇！看这肉丝，行不行？